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盛况空前，天下卫视新闻团队在现场捕捉各路明星精彩镜头、华丽衣着、近距离互动以及现场筹备状况，为你呈现独家现场花絮报道。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迎来了第一场的暴风雨，今年的奥斯卡入场的情况吧。敬请期待呢一期的天下中文谈之86届奥斯卡金像奖精彩回顾。锁定天下卫视粤语台星期六晚7:15，天下中文谈。